他寻觅着他的那条轨迹，却是他和他的刻骨铭心，人海中的不期而遇，会被命运带去哪里，谁能猜得透最后的结局，每个人的心都太过拥挤，繁华目蛊惑着人心，懂了却不愿放弃。雷总，我代表羽泉的员工欢迎您回来。君飞，向远呢？向云总他江叔，向远他什么时候去自首的？其实向远一直就没打算留下，他知道娱乐城是你和老雷总的心血，这段时间他一直尽心尽力的把娱乐城周一上马的事情安排妥当。江叔，您就应该留住他，他就这么走了，樊律知道吗？樊律知道。雨正啊，别犹豫了，回来吧，雨天需要你，娱乐城需要你，我们大家都需要你啊。这个房间我先替下面保管。我天气向远，谢谢。董事们都在会议室呢，我们过去吧。小苏啊，谢谢你帮我朋友做的设计啊。朋友之间不言谢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谢谢啊。啊，刘总啊，上次的事情不好意思啊，对不起。你是说那次吃饭啊？嗨，我都忘了。怎么样，你们俩现在还挺好的吧？我们就不说这个了吧。小苏啊，我比你年长，有些话我得多说几句。其实每个男人心里啊都有个假想敌，但是如果这个假想敌可以让你们的爱情保持活力的话，那我也算没白请你吃那顿饭呀。小苏啊，其实我今天打电话呀是想告诉你另外一件事儿。你知道青年建筑设计师大赛吗？这个我知道啊，
我之前一直想参加来着。哎，今年是已经开始了吗？我这段时间都忙晕了，都没在意。是啊，我有一个朋友啊，他是评委，他跟我提起这件事的时候啊，我第一反应就想起了你啊，想让你来参加。听说啊，获胜者可以到法国巴黎留学一年呀、啊。我想这对你来说是个好机会。可是这段时间我有点忙，恐怕没有时间参加。小苏啊，我知道你有困难。你知道这次带队的是谁吗？是你的偶像欧姆教授。欧姆教授？啊，真的？你放心，离报名截止啊还有一段时间呢，你还有时间考虑。嗯，好，那我一定会好好考虑的。哎，再见啊。请进，小苏，请坐。林总，您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来，你先看一下这份合同，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合作的话，在这上面签个字吧，这合同就立即生效。钱的方面都写在里面了，这次的价格你一定会满意的。谢谢林总的抬爱，恐怕我不能接受。怎么？你是觉得项目不太好，还是价格不太合适啊？项目是个好项目，价格也很公道，只是我还是不能接受。那你这是为什么？是我不想跟雨天合作。哦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你不是不想跟雨天合作，你是不想跟雷总有任何瓜葛。但是你要想清楚，感情是感情，工作是工作。林总，特别感谢您可以跟我说这番话。嗯。但是我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，慢一点，稳一点，去开创自己的小天地。希望您可以谅解。再见。今晚有时间吗？我们见一下。小姐，请问您需要点餐吗？嗯，不好意思，稍等一下。好的。法律啊，什么事？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好。江叔怎么了？可能是向远的事情刺激了他，他心脏病犯了。你现在能过来吗？他有话想跟你说。好，我马上到。
雨辰来了。江叔，你好些了吗？人老了，不中用了。医生来过了，我爸现在没事了。江叔，你想说什么？你跟我说。人病的时候啊，就是那么脆弱。我爸看到你来，精神好多了。雨辰哥，麻烦你了。都是自己人，说什么麻烦不麻烦的。还有向远那边，谢谢你了。你就放心吧，我已经替他找了最好的律师，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，这才是对江叔和林向远最大的安慰。经历了这么多事儿，我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。我会照顾好自己的，反倒是你跟杜小苏，你们俩怎么样了？你不说我都忘了，我约了他吃饭。呀，那你赶紧走吧，真是不好意思耽误你约会了。那不说了，走了。小心开车。小苏，不好意思，昨晚有点急事，我没能赶过去。先进来再说吧。怎么了？生气了？生气？我有这么狭隘吗？你知道昨天谁约我见面了？谁？宁围城。他约你干嘛？
他给了我一个大项目。好啊，你们聊怎么样？聊得挺好的，宁总也特别有诚意，可是被我拒绝了。拒绝了？为什么？他现在要做的是一个生态概念的环保大楼，这不是你一直寻求的项目吗？我还没有说什么项目，你怎么就知道内容了呢？你要瞒我到什么时候？好，我承认，是我想帮你。雷宇宙，你为什么就不理解我呢？以前我可以为了几十块钱的小费喝到吐血，现在同样，我可以为了我的工作室，我会努力的工作，拼命的赚钱。小苏，你的坚持就那么重要吗？是的。这么好的一个项目，交给任何一个设计师，他们绝对不可能放过的。你说的他们是任何一个设计师，可我不是任何人，我就是我，我是杜小苏。我累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帮他做所有的决定吗？雷宇宙，我有我自己的事业和追求，请你以后不要干涉。我一直不断的在试图理解你，理解你的生活，理解你的梦想，可你有没有想着试着理解理解我？汹涌的爱掀起漫长风雨，骗过世人，却骗不过真心。疯狂的追寻，胸口的痕迹，命中的唯一。汹涌的爱，何时风平浪静？爱过所以再也无法忘记，背负着疼痛，胸口的痕迹，梦继续沉溺。雷总，这个您签个字。背负着疼痛，胸口痕迹，梦继续沉溺。这音乐也太累人了吧！回来了，新娘子。太累了，再也不想蜜月了。你看我给你带的什么？特产椰子糖，可好吃了呢。谢谢。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。哎呦，什么？绵绵，我给你求的平安符，它会保佑你和雷雨珍爱情顺顺利利，再也没有大灾大难了。思琪，我一直在想，我觉得我跟雷雨珍的出身、想法、经历都不一样。小苏，你就是想太多。这有什么对与不对的呢？如果什么都一样的话，在一起多没意思呀。你看我跟何群飞不也不一样吗？在一起不是还好好的吗？嗯，
喂，刘总。哎，恭喜你啊，小苏。恭喜我？啊？恭喜我什么？我啊，心里是藏不住事儿。虽然明天早上你就能收到组委会的通知，但是我还是忍不住要告诉你啊，你的作品真的入围了，你可以去巴黎了。哦，谢谢啊。怎么了？刘总打电话跟我说我的作品入围了，我要去巴黎参加比赛。参加比赛？什么比赛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青年建筑设计师大赛，是我一直想去的那个。行啊，杜老苏，你这转身要变著名大设计师了。可是我现在有点犹豫。你是舍不得他吧？这心里舍不得呀，就说明雷雨珍还在你心里。他还不知道你要去巴黎的事儿吧？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我问你啊，如果你不去参加这个比赛，会后悔吗？如果说我不去参加这次比赛，我可能会后悔一辈子。但是如果你不告诉雷雨这一声你就走的话，他会难过一辈子。如果说分开就让爱情失效，那这段感情本身也不坚固。可是爱情是讲究机遇的呀，错过了就不会再来了。如果你确定要离开上海的话，在走之前难道你就不想和他聊清楚吗？你听我的，只有聊得开才能看得开。要不就算你到了巴黎，你也放不下上海的一切。雷总，雷总，我说何经理，都当了经理了，怎么一天到晚还慌慌张张的？这事儿太值得高兴了，我必须马上告诉你。什么事儿？杜小苏要去巴黎了。他去巴黎我知道，出差。不是，他不是参加那个什么青年建筑师大赛吗？比赛结果出来了，他的作品还真入围了。雷总，您还别说啊，杜小苏还挺有两下子的哈。啊，雷总，嘿，雷总，你是不是已经决定要走了？是。如果今天不是我过来找你，你是不是就打算不告而别了？其实很早以前就有许多话想要跟你说，虽然我们两个相处的这段时间有吵过闹过，但是我很珍惜。这算是临别赠言吗？如果再有一次机会，如果再有一次机会，你会怎么样？我会选择放手。如果我坚决不放，这段时间工作室遇到了很多问题，或许换一个环境，或许巴黎可以给我想要的东西。小苏，你想过没有？你如果想做一名优秀的建筑设计师，我身边有大把这样的朋友，你告诉我，我可以让他们带你啊。雷雨珍，我们两个的人生轨迹本来就不一样，就像是两条平行线，永远都不可能交织到一起去。如果你不想看到我难过，不想我被压垮，请你放我走吧。
是落在枯萎不再闪闪了。不想了，再想的话就走不了了。可你真的舍得吗？有什么舍不得的？他的人生有很多种可能性，而我就只有这一个。可爱情是唯一的。小苏，你到底爱不爱雷雨珍啊？雨珍。最近没见杜小姐来呀？她说她要去巴黎。还好嘛，好在不是去火星啊，法国而已嘛。她说您年轻的时候谈过恋爱吗？是不是跟杜小姐吵架了？他说恋爱这种事儿远比我想象的要辛苦得多。我曾经认为自己很强大，可我现在慢慢的发现，好像在感情里我就是一懦夫。我可以默默的去为他做很多事情，但我就是没有勇气去站在他面前告诉他我爱他。孩子，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呀，就像这酒里的冰，不可能一下子融化，要把它拿起来慢慢的磨，它就会充分的融合，而后再品它，这酒才显得有层次，才显得丰富。段叔，我知道你在说什么，其实我并不在意与他之间的任何隔阂，我只是希望他能追求自己喜欢的生活。玉珍，有些事情你可能不知道，万华去世的很早，可是你看老雷总，他对万华的感情始终没有消失啊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最让人后悔的没有别的，无非是错过的缘分和错过的人。
一战。来，咱爷俩干一杯，干一杯。喂，小孙老师，你最近和孩子们过得好吗？好，小苏姐，山娃、豆豆还有小美都想你和宇征哥了，一直在问我你和宇征哥什么时候再来我们小岛。过段时间我要出趟远门，走之前我想去看看你和孩子们。你要出差啊？好啊，什么时候过来呀？后天吧。好，那太好了，宇征哥和你一块儿来吗？他最近挺忙的，他刚回公司有很多事情，所以只有我一个人过去。一个人？好吧，但是希望以后有机会还是能和宇征哥一起过来。以后一定会有机会的。好，那我们后天见。好，后天见，拜拜。小苏姐，这些都是宇征哥送的，还有这些，还有投影仪，还有好多其他的呢。小苏姐，你和宇征哥为学校为孩子们做了那么多，现在又在筹备小苏基金会，我是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了。基金会？是啊，基金会的人说了，他们会再招募一批志愿者，然后再筹集更多的善款来帮助岛上的孩子们。明年，等明年你从国外回来，到时候新校舍也盖好了，也会有更多的老师，那样就有更多的孩子们有学上了。岛民们都说这是你和宇征哥的功劳。你刚才说基金会的名字叫什么来着？就是以你的名字命名的呀，叫小苏基金会。怎么你还不知道啊？那可能是我宇征哥故意瞒着没有告诉你。你生日快乐！站在那干嘛？过来吧。
这个时候的新岛真美啊。小苏，我想你应该不是来看海，是想我了，对吗？别自作多情了，谁想你了？我是来散散步的。是吗？散步应该开心才对啊，你怎么愁眉苦脸的？啊？谁愁眉苦脸了？就算我不开心，也是因为舍不得孩子们。真是舍不得孩子们？那不然呢？还舍不得谁啊？你呢？你在这儿等什么？不会是等日落吧？是啊，就是等日落。等着和喜欢的人一起看夕阳西下。杜小苏，自从认识你以后，我才发现原来爱情是那么简单，甚至有点平凡。我想要的就是一辈子能够像现在这样无忧无虑的拉着你的手，一起看星岛的日出日落。你再也不必为我做出任何牺牲，不必违背自己内心的想法，因为我会为你做出改变。你想留在上海，我陪你留在上海；想去巴黎，我就在这里等你回来。以后无论你去哪里，我都会从脚下这一步开始，穿越整个世界，往你的方向去。小苏，握紧我的手，给我机会，让我照顾你。照顾你一辈子，好吗？你打算一辈子跟自己过不去了吗？我愿意。